到聲，因為呢個都係阿吳國強，因為吳國強比較縮手啲喎。你睇唔等於睇節目，佢就有字幕。咪播埋聲啦！呢個幾精彩嘅呢個。我今日無端端揾到嘅，其實我覺得都幾 interesting 嘅。咁就話執身前參加過一個六四，嗱二十週年其實諗諗都唔係好耐之前，其實諗諗即係係兩年前到嚇。喺香港，喺香港搞過呢、這個，係我有去嘅呢、這個。咁然之後留意，即係你嘅華叔都好激動啦。咁然之後，依一個內地人就鬧華叔啦。佢話：點解你啲人咧成日都喺度玩悲情啊、玩怨恨啊、有啲負面情緒啊？咁依條友話我受夠啦，我從但依條友講嘢好狗咯。你講啲嘢其實即係我唔多不堪明啦。哇！呢個翻去做大官啦，呢、這個。啊！呢、這個唔知咩副教授啊嘛，呢、這個。佢啲標題好似話中山大學啊。係咯。即係廣州嗰間。嗯、但我自己又會咁睇喎，從呢個角度，即係有啲人願意面對現實咧。有啲人嘅反應就係話去否定現實。咁所以你會見到其實佢講啲嘢基本上一堆垃圾嚟嘅。咁但我諗反而就係我會比較會理解到，特別係經歷過呢件事嘅人嗰種思想嗰種轉變咧，背後即係會唔會其實係佢自己都唔願意面對嘅現實，而作出一啲即係斷片反射嚇。嗱、我諗其實呢一度咧，最主要都講到一樣嘢就係話其實你可以話其實佢都係佢，其實可以話某程度上佢都係受到主流嘅，即係主流或者官方話語所影響啦。咁佢覺得我都改變唔到個現實啦，我改變唔到現實，我咪接受現實咯。係啊，雖然係唔啱啊，但而家幾好啊，大家落嚟買名牌買 Gucci 幾好啊。雖然冇嘢啊，咁你佢唔係殺我屋企人，係殺佢屋企人啫嘛，咁樣即係咁嘅心態啦，咁講。即係如果好串地踢爆嘅話，好啦。咁當然我哋會話，其實互聯網本身都有啲我叫做反，即係叫做反霸、反話語啦，或者反一啲即係一啲政，即係啲國家或者國家機器製造出嚟話語啦。咁我諗其中一個例子就係、是、即係喺六四，即係六四屠城十八週年，即係有一個網絡上面其實一個幾紅嘅一個即係人民記。即係做一首歌啦，好啦，甚至 in 啲啦。最近咧，你知大家都追 iPad 啦，咁咧有人就將 iPad 個廣告開畫紙咧叫平板六四。咁所以我哋會話其實六四依一樣嘢唔會因為時間過去而消失，甚至係覺得變得老土。你會發現到互聯網本身有個特色就係話，你任何最老土嘅嘢咧，俾一班網民搞一搞咧，就會變成一啲好潮、好流行。甚至我係借一啲好流行嘅玩意咧，變成一種借流行風、借古，即係借六四諷刺而家即係時弊嘅一個好重要的一個方法或者一個平台嚇。咁、所以即係當你買 iPad 時候，竟然都可以同六四拉上關係嘅，咁即係依一種。我話互聯網本身唔單止係個網絡嘅技術，甚至係佢背後呈現出嚟嗰一種透過圖像引起聯想嗰、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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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啊。嚇，天安門廣場受教由八九六四起，咁跟住咧 A 九用六四，咁啊然之後 ADM 1989，咁全部係六四八九衣冠其實不斷重複啊。嚇，咁又通過依、這個以通過坦克車壓力測試啊，咁等等啊。好啦，第二方面啦。我剛才講過就係話，其實對於一啲即係比較大嘅議題，譬如六四啊，咁好多時好多人會受到即係主流，即係主流嘅論述影響啦。無論建基於自己本身唔敢面對個事情，或者建基於本身覺得即係睇件事都無謂啦，我都改變唔到現實，不如就接受現實都好。咁另一方面，第二個重點就係話突破主流社會，主流社會對本土政治嘅理解。咁因為你見到我大綱就列咗五點，我將佢再整合咧，就其實四個部分。咁其實呢個部分都似就係話突破咗社會對本土政治嘅理解，即係話有一啲其實睇上嚟唔係同政治有關嘅話題咧，其實就係一個政治話題。咁所以其實可以等同於開闢非政治嘅政治議題。咁所以我兩個後屘擺埋一齊。嗱，最好嘅例子就係我用高鐵做例子。咁啲人永遠諗高鐵就係、是，咦，即係。你去過台灣又搭過高鐵，你去過日本又搭過高鐵，你去過歐洲旅行又搭過高鐵，你死都唔會諗到話高鐵同政治有關係。你就咁睇段新聞報導，我當唔知之前發生咩事，你就咁睇段報導咧，你會覺得即係高鐵交通工具嚟啫嘛，一個新興交通工具，一個即係以高速行駛同埋用最短嘅時間去到目的地嘅交通工具，冇人估到高鐵同政治有關嘅。第二樣嘢就係話，啲人諗到高鐵就係諗到同競爭力有關，諗到同香港同中國關係有關，諗到中國希望透過高鐵令到香港唔會再邊緣化，令到香港嘅競爭力提升嘅一個其中一個方法。不過唔知在座各位對高鐵點睇啦？即係可能有啲人覺得即係佢可能有啲朋友翻過大陸搭高鐵覺得好正，跟住覺得。哇！大陸高鐵咁正，如果香港有就好啦咁樣嚇，即係好不言其身，就係話我有個好嘅嘢搬嚟香港一定好嘅。咁但係話俾你知，即係等於你喺加州買咗橙嘅種子翻嚟，翻到香港種橙，結果變乜嘢？唔知變乜嘅，唔知種咗咩出嚟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外國好嘅嘢背後會唔會有一啲特質，我哋係可能發覺唔到，以為搬嚟香港係好啊？又或者好多時候我會諗到就係話，你喺中國喺香港喺依樣嘢背後，會涉及到好多，即大家對中國政治理解，你都知道就係話特別，即改革開放咁多年，即其實黨商人嗰種官商嗰種好密切嘅嗰種利益輸送關係已經係濃不可擋。咁你係唔係單睇即無論係高鐵啊，或者甚至我最近聽聞就係學校村。如果朋友如果有翻大學咧，你會見到有啲即係大城市有所謂即係大學村啊，即係將啲幾間大學 group 埋一齊啦。你知㗎啦，起嘢哇，又係發到肥肥仔水氣相機啊！由依一個建築材料啊，建築過程裏邊嘅一啲即係選號各方面，我可以揾錢。所以你起嘢任何一忽都可以抽到水房。咁所以大家都有留意到最近咧，即係。政府定期就好似咧滅蟲咁樣咧，打下貪污啊嘛，即係好似滅蟲。咁但係永遠你見到滅完蟲之後，啲蟲又翻曬嚟嘅，係嘛？嚇！咁所以你都會發現到就係話，咦？即係學校村，我會諗係教育；高鐵諗係經濟，但完全唔會諗得同政治有關。就正如呢一段，哇！仲正啦，高鐵打通全市道架通道，即係話我有高鐵咧。我回大陸玩又近啲，我去碧桂園同啲 friend 出去食又近啲，幾正咁樣。即永遠你唔會諗到，當我哋淨係諗，即我係諗高鐵，我淨係諗到係競爭力層次。我哋諗高鐵，我淨係諗我自己享樂層次嘅時候，你由第一刻。